中国钢铁这几年大量倾销，造成全球钢铁市场失去平衡。中国嘛，中钢嘛，收集相关资料，准备替反倾销调查。经济部讲收到申请了后，会协助调查什么机。高温钢材伫输送带顶端慢慢啊送出去。中国钢铁业最近几年产能过剩，大量钢材销去国外，造成全球钢铁市场失衡。台湾的业者嘛面临低价竞争，为此钢铁龙头中钢收集相关资料，准备去美国以救济措施的申请程序。经济部表示会协助调查事宜。受到国际不公平竞争啊，受到实质损害的话，可以协助他们提出反倾销的控诉。财政部是负责调查这倾销的行为，经济部负责调查是不是受到实质损害。真的受到损害的话，我们就会依照法令来课征反倾销税。事实上，受中国倾销拖累的不拿台湾，美国总统拜登四月嘛宣布提关中国进口钢铁关税等反制措施。对此，经济部表示，除非对方涉及无公平贸易，还是国家安全问题，那无台湾会遵守 WTO 规定，袂凊彩提关关税。政策上面应该思考如何走出台湾自己的特色，譬如说有没有减碳的一个钢材，当作一个绿色产品发展的一个趋势，可以高质化产品差异的一个策略走向，跟中国大陆一些产品做一些区隔。学者认为，中国钢铁、阿门头等产业三年过剩的问题已经真久，台湾应该把重点放在产业的固定发展，走出自己的特色，让产品跟中国有区别。另外，政府跟业者也应该加强互动，万一产业面临相关压力的时候，才能赶紧合作应变。记者陈宏武、柯正准高雄报道。